什么呀？首先把花站起来。锅子上山以后就可以添加物料，然后锅子可以翻转出料，出料以后可以复味。当物料添加完了，把锅盖降下去，锅子密封以后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均质搅拌、抽真空处理。均值可以进行时间上的设定，通过调节这个时间继电器可以设定均值所需要的时间。然后可以进行抽真空处理，真空处理的时候要先检查手里的真空阀有没有关闭。先打开真空开关，然后把真空管道的阀打开，可以对锅体进行加热处理，温度也可以调节。温控仪表是智能的，多少温度都可以设定。然后整个的一个工作流程就是这样。